搭档就是，哎，既能一起聊天，也能一起唱歌，更能一起唱情歌，唱高兴了还能回家过日子，啊，这个让我们非常的羡慕。今天我们请来了圈里这么两位资深的人，啊，人家就具备这几样优点。我们掌声有请林子祥、叶倩文。欢迎两位，叶小姐好，林先生好。欢迎两位啊！其实各位比我都熟悉他们两位啊，这个经常听你们的歌，也在电视上看你们，但近距离接触发现，哎呀，好漂亮，好风光，谢谢。但是这个胡子好像一直这样，是吧？胡子很久了，是吧？差不多40年的胡子，有40年了，有了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没认识那么久。说几句闲话，其实不用我多介绍，在座的好多都是年轻人，还有很多小朋友。有人说了，说是听着二位的歌长大的啊，我不敢这么说，怕人家。他们那么小，不会听我们歌长大。最起码得我这样的吧。很多歌都是电影、电视剧的插曲啊、主题曲啊，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，来。侠义的歌，林先生私下里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？男子汉大丈夫。哦，是啊，对。哎呀，不是，一点都不是。像我们一般来了嘉宾都愿意捧，哎呀，来了英雄了，来了好汉了，哪有自己说我不是？因为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因为这个是一个秘密。哦，你说我是英雄啊？我现在穿这个衣服很好，这个英雄都是穿着浴衣出现的。这一看就是洗完澡来的啊，女装的，哦，女装。对，哎呀，好柔媚的女英雄。私下的黎先生是什么样子呀？什么样子啊？啊，他喜欢缝衣服。对啊，他喜欢很安静的在那边，他很多嗜好。做针线活。他很多嗜好，秘密嗜好。哦，是吗？在家里面。本来我找到这件衣服呢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开的，长袖的。那么他开的，那整天都觉得哇很冷了，怎么样？怎么关起来？那么我就钉了个扣子，缝了两个扣在这。哎呀，针脚还够细的。哎呀，有没有给太太做过衣服啊？没有，有时候袜子有洞的话，还会给他补一下。还会补袜子？这么大的歌星，日子怎么会过成这个样子？还不如说相声。我们很省的。男人当自强。哎，男儿当自强。哎，这好，来来来，小月过来，小月过来，来来来，介绍一下啊。老师这是我的学生啊，我徒弟。啊，你好。哎，他可爱，听你们的歌了，像吗？比你大一块。不能这样说啊。大一码。是这样，这个。其实你更适合唱一下叶小姐的歌曲。选择我已经听了无数无数遍了，特别好听。能够，谢谢，能够体现两个人的感情。嗯，我想这首歌，我拜托你不要弄得脸上苦大仇深的那种状态啊。你看人家唱的歌都很开心，情深深的。同时这首歌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送给我的师傅，我唱几句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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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，不要不要不要，真的，这个感情，我能面对面，我拉着你的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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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爷俩感情到这儿了，就没到这儿，没到这儿，为什么要躲呀？没事吧？他是说跟我唱，你不用害怕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
你真要唱吗？真要唱。我倒不怕别的，关键两位音乐大家听你唱的不好，人笑话咱们。没事，我不要脸，我都豁出去了。你豁得出去，我豁不出去。来，站在这儿好好唱，我们大家给他鼓励一下啊！来。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路，我们一起走过。哇哦，他可以独唱，我们需要两个。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，我一定会陪你到海角到天涯。就算一切重来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。救命！你选择了我，我选择了你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收了你！不许起哄！好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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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谢谢各位吧啊！岳云鹏唱的怎么样？很好，这个哦，那你们带他走吧。而且你们好配啊，同一个头发。没有这么捧人的。同一个发型。只是借岳云鹏的嘴表达一下我们对您二位歌曲的喜爱啊！新年新气象了，送去一份祝福，希望二位工作顺利，永远快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这期节目呢，这是正月十六播。人都说过了正月十五了，就算是出了新年了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，新年新气象，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快乐，永远的这么幸福，高高兴兴。我们也希望岳云鹏能够有一个好的成绩。小岳，哎，你放大胆说，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新年愿望，你给我闭嘴！来说一下你的愿望。我的新年愿住口！来，请解释一下。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有一档自己的脱口秀节目。月的秀，我跟你讲啊，小月啊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你是站在这儿说几句话不算什么，但是在这之前你需要下很大的功夫，否则的话从一开场助理一叫你出场，你走这几步，你最起码你心会虚的。孩子不虚，过瘾。我就问大家一句话，给他一个机会吗？那么好啊，江苏卫视郭德秀暂缓改成岳德秀，岳德秀，好吧，我来做你的副咖，你愿意吗？不行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也无所谓。你要真做得好，我就让给你来做。来来来来，这样吧，你到那沙发后面去。为什么？就没有一喊你就走过来了？您都从哪儿出来呀？那我之前那个机器都撤掉了，录半天了，是不是？就到那个沙发后面蹲在那儿，别让大伙儿看见你啊。行。一定要啊！对，等岳云鹏喊完了出来，我教您怎么喊。江苏卫视，行行行，岳，快去，我会，这个嗓门一定要高，我会，好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嗯，你可以的，哎，好，谢谢岳老师给我这个机会，喊啊，蹲下，脑袋还有呢，好，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。Barbara Streisand。我乐橱柜郭德秀，嘿嘿嘿，西湖美景三月天了，没有开声了就不要乱唱。双美琪吗？我是我。我骗你坐这里，一二三，这是幼儿节目啊。